今天是个非常神圣的一天，听说你是这个电视宅，电视儿童，听说你是这个港片迷，我是因为小时候没朋友，只能看卫视中文台，听说这个周星驰是你最厉害的角色，因为小时候嘛听不懂英文，只能看616263，听说你觉得没有人比你厉害，我没有说啦，只是他我觉得他们的题目太简单，我不信，我就是来会会你，我今天出了好几题，我来考考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请猜猜，你这个港片小嫩逼是赢不了我的，我是觉得你是真的有点厉害，有点料啦，你是考不倒我的，料本来就有。那我们大家先讲一下规则，第一大题呢，我会告诉你题目啊，你要告诉我它是哪一部电影，这么简单哦。第二大题呢，就是电影细节，在这个周星驰电影里面，任何的细节，看你有没有认真在看。细节而已嘛，我跟你讲，我从这个1990年看到现在都已经2023年了，我还在看。我去植睫毛的时候，我是播着他的电影，这样子闭着眼睛用听的看。最后一大题就是电影播给你看，但是我会再随机暂停，那你要接续后面的台词。这么硬哦？哎，人家的都没有那么硬，他们还要选择题耶。选择题对你来讲小蛋糕啦。小蛋糕是什么？小蛋糕，你不知道小蛋糕是什么？哇，小蛋糕 piece of cake， 简称小菜一碟，这样你懂吗？是小菜哦，你早讲嘛。哦，不行，你这个家伙的英文程度实在是有够逊的。我看港片长大的呢。我现在要介绍你一个线上课程，这个小朋友的英文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尤其是从小开始训练。所以呢，今天非常感谢有五一 Talk 儿童线上英语赞助啦。正所谓英文学得好，未来没烦恼。五一 Talk 儿童线上英语是真人一对一的外师线上课程，每节课程呢是25分钟，专门为学生打造从3岁到15岁都有适合的课程可以上。教学过程呢生动有趣，互动性又高，让小朋友在欢乐的环境中学习英文，达到真正的寓教于乐。线上课程的方便性在于让小朋友不管在何处，只需要一只手机或者是平板就可以学习英文。家长呢可以陪同小朋友在家上课学习进度，课程的成效呢也马上就看得到哦。而且五一 Talk 儿童线上英语课程呢，里面的外师超过20000个都是有获得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认证的专业老师。另外，五一 Talk 儿童线上英语课程还配合108课纲体系，让小朋友升学也不用烦恼。其实我觉得语言最重要的就是沟通。五一 Talk 线上儿童英语与外师上课呢，可以让小朋友有更多的口语练习及表达机会。另外，性价比高，经济价格实惠。如果呢小朋友真的不喜欢呢，前30天呢还可以做退费。现在注册还可以免费领取英文课程，让小朋友马上跟外师一对一上课。这次五一 Talk 给我们一个大大的福利哦，只要你使用我的推荐码 YOYO6086， 或者是呢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去他们的官网或 APP 注册，就可以免费获得5堂的外师课程。孩子的教育不能等，趁现在有免费的福利，赶快现在就去领取，马上开始上课。好，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挑战，准备好了吗？ Piece of cake。 你答对超过80%以上，我就完成你一个小小的心愿。好啊，我就这样看，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来吧。等等，会由这个周星驰星爷的电影里面随机选出10题经典台词，必须答出出自于哪一部电影。好了，第一题，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那跟咸鱼什么分别？请作答。少林足球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？这么简单啊？第一题小蛋糕啦。第二题，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唐伯虎点秋香，不见武林豪杰墓，图花图酒图作铁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？他边讲边走上那个衣柜，然后秋香就会说：“你站那么高干嘛？”第三题，打不过就叫洋鬼子来打。上海滩赌圣。答错。龙的传人。你打不打？不够打，搵鬼佬来打。我只记得他打撞拳很厉害。第四题，意不意外，开不开心，哪一部电影？家有喜事。意不意外，开不开心。他什么时候讲的？他在装扮成那个梁山伯的时候，醉拳甘乃迪。醉拳甘乃迪。
第五题，青春对我来说和贞操一样那么重要。好像是《鹿鼎记》吗？啊，不是《逃学威龙》吧？答对。谁想要你的贞操啊？我要你的青春。青春对我来说跟贞操一样重要，长官。为什么我看完《逃学威龙》，我完全不记得这一段？很前面讲的。第六题，我无自由，失自由。伤心的泪眼泪流，我走错路，我大错不中，只是心伤痛。我还没讲完。就《逃学威龙》。无自由，失自由，伤心痛心眼泪流，我行错步。我觉得对你来讲太简单了，我决定跳过这一大题。不行吧？仲有求证、旁证、足协、足总、足委，全部都系外人，点同我打？第七题，他好像对着你笑，笑得你心，笑得你心里发寒啊！阿金啊，你要记得啊，杀死你爹爹的人就是这个杜神山。他好像永远对着你笑，笑得你心里发寒。我还没讲完，是黎明演的赌神，没有周星驰。第八题，周星驰跟周润发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这是与龙共舞。周星驰跟周润发的关系没关系，你不要糊弄我啊！放回去！我不坐地铁，请你问点别的。我不看报纸，请你问点别的，行不行啊？先生，不搭地铁，请你问别的。报纸多少钱一份？我不看报纸，请你问别的。第九题，有时赢钱未必开心，打对了牌才有满足感。年财，我从来没有输钱输得这么开心过。赢钱未必会开心，有时候打对了才会有满足感。太简单了，不行，牌品不好，就是人品不好。哎，这样子你都没有错哎，你只错一题，厉害吧？我从小看电视看到大，连我妈妈都忘记我还在呀。最后一题，就算全世界不相信你，我大飞相信你。古惑仔，全世界不相信，我大飞相信。浩南被冤枉说他偷账簿，然后他会这样子啊。抓不到陈浩南跑了。对啊，这每一段你这表演的片时都要找那个片放出来。对不起，君彦。第一大题答对了九题，正常发挥啊。你只错一题。第二大题，电影细节大发现，你要必须回答我周星驰电影细节的问题。好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哟，酷怕酷，动手请开始。第一题，破坏之王中柔道主将黑熊眼镜被弄坏了，他说了什么？我的妈咪，你弄坏了我的妈咪。你怎么会？而且他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要救阿丽回家，看他那张又大又软的沙发。你到我家里来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。我的家里面又大又舒服。家有喜事中常靠什么泡妞招式打天下？巴黎铁塔翻过来又翻过去。干，你一个字都没错。第三题，周星驰的法文名字叫什么？青蛙打老虎。在场的各位有没有叫青蛙打老虎的？就是你啊！拜托，都很重要。韩国赌神皮亚卡香大战中国赌圣青蛙打老虎。我就是青蛙打老虎。第四题，喜剧之王中达叔考星爷，什么是全天候供应的？有三个东西。叉烧饭。不对。烧鸭饭。不对，鸡腿饭。哎，你不会了吧？鸡腿沙拉汉堡包，什么是全天供应的？鸡腿沙拉汉堡包，没印象。好，错一题。第五题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是谁说的？唐伯虎啊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难不成是华安？华安九五二七，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。九五二七就是你的终身代号。第六题，整人专家中抓鬼要用保鲜膜，打鬼要用巧克力。你怎么会？呢啲讲点捉鬼啦？捉鬼用保鲜纸，打鬼用朱古力。第七题 ，I Fool You 是出自于星爷哪一部电影？西游记。不对。西游记之仙女奇缘。不对。
东游记。什么东游记？东游记之月光宝盒。不对，月光宝盒。对啊，不对，齐天大圣东游记。齐天大圣东游记之月光宝盒啊。哦，是哦，是我错。你错。我靠，安分了又。下一题。大话西游中月光宝盒的诅咒是什么？波若波罗蜜。猜个字。对啊，波若波罗蜜，下面我勾忘光光啊。般若波罗蜜。波若波罗蜜。波若波罗蜜，重点是那个吧？娘子啊，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。娘子，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。第九题，华府门口的史上最惨对决中，杨龙中、麦生汉他家死了几个人？六个。答对。两位姑娘，可怜可怜我吧，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。旺财，你不能死啊！小强，小强，你别死、啊！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现在要比惨是不是啊？你看看你这么干净，回去化个妆再来吧。你看我满手烂疮。最后一题，在《逃学威龙一》中，第一个镜头现在干嘛？开罚单。不对。吃泡面。不对。为什么你还会记得歌？我在想啊。打电动。是吗？是打电动吗？电影片段接龙，待会会随机播放周星驰电影片段。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之后，你必须要说出他后面的台词。你怎么弄得跟个外星人一样？停。我不知道怎么剪头发，全部剃光了比较快点，怎么弄成这样？我想帮你们吗？帮个什么啊？地球是很危险的，你还是回火星吧。我不会剪头发，剃光了比较快一点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想帮你们比赛啊。你怎么帮啊？你快点回火星吧，地球是很危险的。真的很想帮你，你相信吗？好扯哦，99%算对。第二题，停。新人，他低调，但是手腕很精良。他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的出神入化，烹饪出什么什么极佳的菜肴。他到底是神仙的化身，还是地狱来的使者？没人知道。然后他就被赏巴掌了。他高傲，但是宅心仁厚；他谦虚，但是受万人敬仰。他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的出神入化，可以烧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。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，还是地狱的使者呢？没人知道，但是可以肯定，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：食神。打麻将，打麻将。好，算你过。这题我觉得很难哦。很难哦，该不会是第一个镜头吧？第一个镜头没人会记得啦。不是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说呀！哎呀，没办法，快念呐！哎呀，这次可真是要我老念呐！金毛狮王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大师兄突然打出了一招空同派镇山绝学七伤拳，所谓一练七伤，七者皆伤，真要命啊！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了，我这。停！他们没有说台词，他们就这样对看。嗯。哥，你这都会，太扯了吧！就这对看，我还有题目，下次再考你。哦，还要考哦？当然要考，我不信啊！周星驰不行，我还有刘德华，我还有张学友，还有周润发呀、啊。我都会。我不信，有没有人想要跟他挑战？我觉得我很难挑战。想跟他挑战，下面可以报名。经典台词回复不用，他们直接留言，我每一个都会回答你。不信你们考我啊！跟你说我超强，不敢保证100%对，但是七七八八意思差不多。那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，听我们的 Podcast。想要挑战他的，尽管留言，我不信他答得出来，99%都答得出来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还想看我们挑战什么？下面留言。奖品。请问你想要什么？我要 GTR 模型行不行？我要 GTR。 不然这样子，为了奖赏你呢，我只好带你去澎湖玩。是你想去？那你要不要去？
去。好，我要吃龙虾。你不是刚吃过吗？好吃啊，好吃都吃掉。好，我要吃龙虾，我要吃龙虾。好啦。